一顿怼我，你知道吗？一顿骂我，我就抑郁了，你看吗？我的天哪，你们啥情况也不知道，我前面说的你们也没听着，后面解释的也没听着，然后你就听中间一小段，然后就断定我是一个怎样的人，好草率呀！我说这个社会怎么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这个样子？哎呦我天，那段时间给我抑郁的，我都扇自己嘴巴子，真的。我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样？你们都不了解我一下再去评价我吗？为什么只听那么一小段，然后就断言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啊，抑郁的我都不行啊，我都有点责怪我自己，为什么要这么说啊？为什么要这么说？哐哐就是扇我自己嘴巴子。那个时候我还刚打完瘦脸针，哐哐扇自己嘴巴子，结果药效跑了，跑了之后那一段时间脸老僵了，连嘴巴子脸上都是手印子都，哎，老难了，这就抑郁，我天，抑郁真的就是，但是后来一想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就想开了呢？后来我一想，哎，管那些干啥？那些人随意评论的那些人，他们都不是真正喜欢我的人呀。真正喜欢我的人，他们都了解我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会相信呢？啊，就是你怎么可以就因为那几个评论你就想不开呢？我又不是直播给他们看的啊，我直播我是给现在这些人看的，给我的铁粉看的。你就因为人家录上了几句话啊，那些过路的人评价了几句，你就抑郁。啊，有点多少有点不值得，我就这么想的。后来我就这样想开了嘛，嗯，就想开了，想开了，我就还慢慢的，我干脆不看了那些人哈，就是再评价再录我，后面再评价我咋咋地的，我都不点开，你再录我都不点，我这嘿，我真的是越点他越推送你啊，越点他越推，就是那个官方那个大数据嘛，就是这样，越点他越推送给你。我现在不点了之后也没有推送的给我了，就这样，就这么着吧，老铁，实话真的没看到说小鱼的，看到了绝对得回，谢谢老铁啊，谢谢老铁，这样想就对了，对的老铁。所以说有时候真的就是靠自愈，谁也白搭，谁劝也没有用，谁劝你的话，你真的越劝你越觉得想不开，你越想不开。所以说有时候真的就是靠自愈，自愈这个自愈这个事情真的也是挺漫长的，实话有时候说不定哪一下就想不开了，也就说不定哪一下也就想开了，就这么简单。酸笋配菜辣椒油腐竹花生呢，先给我放腐竹花生。好多搬运视频的，对，盒儿发螺蛳粉还有吗？没有了宝宝，咱这个是鲜西路的螺蛳粉，也不错的，你尝尝老铁。喜欢我吃东西是不是？哎，我吃东西我是天生爱吃，苍天真的是老天爷追着给饭吃，让我干了吃播这一行。你说要是以前这么能吃不得挨骂，现在这么能吃没关系了，不仅不挨骂还得夸你，真有本事在网上直播吃东西啊，真有本事，怎么想到的呢？哎，这么就赚钱了，你说哎，小鱼真本事，真本事，真有本事，厉害，真厉害！你看我怎么就没想到，是不是老爹？哎呀，也是生在了一个好时代，也是碰上了快手这么好的一个平台，啊，也是很幸运的遇到你们啊，承蒙厚爱，让你们喜欢，要不然我是嘚儿啊，是不是？我再能吃，没人愿意看，不白搭。嘿，哎呀，所以说实话，对，实话，全实话，全实话。嗦壳粉啥也别说了老铁，都说我吃的香，看我吃的香不香啊老铁，热不热呀？哎呦我天，太小了，一口来了，一口嗦一口，嗦一口大粉，嗦一勺大粉。哎呀真香呀，味儿我们都闻着呢。我的天哪，太好吃了，上车上车，哎呀，老铁都打上车。
我先吃，太香了。你刚来就吃，你来的最晚，你吃的多香呀！你来的最晚，你吃的最早，你我捡好吃的，回回都是这。我年龄大，别跟我一样的，因为这太香了。哎呀！哎呀，还燕子吃的香不香啊，老铁们？吃的要不香，你就换人。嗯，涛哥。哎呀，上车吧！哎呀，我天哪，上车呀！来，直播间里20000多个宝宝吃过咱们家鲜西洛螺蛳粉的，来波评价，好不好吃，老铁？好吃。好吃你打好吃，不好吃打不好吃，来波真实反馈啊，宝宝们！鲜西洛的螺蛳粉从广西柳州直接给你们发货的螺蛳粉啊，原产地直发。这个各大商超也都有卖的，商超里面卖13.8一包。米粉一包啊，然后给你们每一包的净含量是300克啊，米粉是120克，底汤一包，腐竹花生一包，醋包一包，配菜一包，辣椒油一包，还有酸笋一包，六大料包，一包米粉，总共是300克的螺蛳粉啊。你在外面吃这么一包螺蛳粉多少钱？吃一份20。你在商店里吃一份的话，得20多块钱嘛。对，你加个配送费送到家的话，你是不是都得要你25、20、30了，对不对，老铁？对，咱不说别的，咱就说没有做好的，不在商店里去，去超市里买这样一包螺蛳粉，别管是这个牌子也好，其他的牌子也好，是不是都得要你15块钱左右？对，对不对？便宜的也得13.8，对不对？咱这款螺蛳粉各大商超都有卖的，正常价格15.8、13.8这个价格。然后平常搞活动的话是9.9一包。为什么搞活动？因为快临期了，所以搞活动。咱们这个给你们发的都是最新的生产日期，放心啊，老铁们啊。来，按最便宜一包10块钱来算，老铁，10块钱一包，2包20，3包30，4包40啊，5包50块钱。今天在小鱼的直播间，5包50块钱不要你的，直接给我改价，来39块9上车，39.9块五包拍下付款成功，6包7包8包来9包螺蛳粉上车，上好给你买了一共500单，美丽。小小鱼上，小小那么便宜干啥去了？小小家搞活动才给8包了，你别管。哥，别管，我不管啊，你别管帖子啊，哥哥，39.9直接发9包螺蛳粉，好吃，你看老铁多大好吃，里面螺丝肉吗？没有螺丝肉，但它里面那个底汤哈是用小螺丝和猪骨汤8小时熬制的，非常非常鲜，非常非常好喝啊，好吃的。对，哎，最后200来根。好喜欢这个盘，这个你说这个盘呀，这个烟灰缸呀，老铁，那指定了，铁，这烟灰缸给我出老大力了，一提正儿八经。看这一份量，老铁啊，咱这一份、哎、一份的话，光这个粉是120克的，量是超大的，铁子们啊，量是超大的，是吧？没有啊，哎呀，来，咱一看咱这配料，老铁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咱家配料，你再给我讲价行不行？咱这底汤用心做好料，慢火熬制，精选食材，用那个猪大骨还有小螺丝8小时熬制的底汤料一包，非常非常浓稠啊，煮出来这个粉特别香好吃。然后这是它的小配菜，木耳酸豆角啊，小木耳小酸豆角脆脆的，是不？别口食了，铁子，哎呦我的天哪，你看看咱这配料，咱这是老坛酸笋一包，螺蛳粉的灵魂所在，老坛酸笋，真的酸臭酸臭的啊，螺蛳粉就是这味儿，老铁，不喜欢吃臭的可以不放。腐竹花生一包啊，然后这是它的白醋，喜欢吃酸多放，不喜欢吃酸少放啊。然后辣椒油，而且咱这辣椒油真的不是那种特别辣的，它属于香辣香辣的，它属于那种，它是鲜榨的辣椒油，鲜榨的，不是那种那个辣椒精做的勾兑的啥的，太辣，不是那种的，老铁，是不是啊？你可千万别给师傅，我说10包。人家搞活动才8包啊，我们又单独放了点辣椒油，因为我爱吃辣，单独放了点啊，撒点小香菜，你要是喜欢吃煎蛋，煎个小煎蛋，别提多好吃了，老铁，10包，咋还要10包，铁子，我真的了，咱这螺蛳粉你就吃去吧，多好吃不？好好吃，厂家都生产不出来的，都10包，要10包，我的天，这肉热一热是吧，10包。
都要十包呢，咋整？这没法给媳妇儿。这是哪个娃娃出单？你给啥十包啊？拿个东西垫下来。螺蛳粉太好吃，你看老铁都大好吃啊！啊，这么多人扣十，想要十包呀？十包属实不赚钱了，老铁们啊！你好吃能给个好评行吗，老铁？就要个好评行不行，铁子们？真的，十包真不行啊！就要你一个好评行吗，老铁？正儿八经的好吃，你看老铁都大好吃，都想回购呢，别墨迹了，行吗？别墨迹了，哥。啊，就给我不是墨迹，你现在已经拍下500单了，再给我上1500单，总共这2000单，总行不行，老铁？就这些了，好吧？你在外面吃一包，超市里一模一样的啊，都得卖你10块钱到15块钱那里。今天小鱼直播间39.9块一包，两包，三包，4包，4包，5包，5包，正常卖5包，今天拍下6包，6包，7包，8包，8包。9包，听好，你的手速只有2000单，2000单下单成功，给你发10包，老铁们上车！2000单上好了，给你买了，给力！每一包都是300克的净含量，宝宝们啊，300克够吃了。因为这个粉它是120克的粉啊，虽然有的螺蛳粉，有的人说了，人家都三百三十克咋咋地的，他们的那30克全加在醋包上了，没有啥意义的，老铁，没有啥意义的啊，粉都是这么重，粉都是120克的啊。嗯，这一份螺蛳粉你去店里吃，你得花15-20块钱。对，你说今天最后一千单，39.9块，给你发10包螺蛳粉，一包才划3.9块，宝宝们，3.9吃这么一份螺蛳粉，这一份量老大了，宝宝们，真的。实话实说啊，量老大了。你在外面吃螺蛳粉，我告诉你都没有这么量大的。而且我在外面也吃过螺蛳粉，实话有时候馋了，粉还硬，它还硬，它还没这么软糯，还没这个味道正。拍下的都给你发10包螺蛳粉啊，宝宝们。后面的人流口水，这么香，他能不流口水吗？咱说真的了，吃点辣椒酱，这个化吗？我这有一点儿，我换一个吧，快点，换一个。垫两个呢？垫两个。垫两个，这个软。好，就这个吧，那这个空了，这个太空了。来，点这个，这个不空。你早干啥去了？滚！你不刚找着吗？最后还有300单啊，39.9，直接给你发10包螺蛳粉啊，10包螺蛳粉，一包才花3.9，你吃个泡面都多少钱了？咱说真的，老铁，5块一份，那才多少克？100克啊，吃不饱了都，没多少东西。5块钱一桶泡面你也吃不饱，咱说真的，是不是？咱这花3.9一份螺蛳粉吃的你饱饱的，量超级足，不管是配菜还是粉啊。都是够味，正宗的柳州螺蛳粉，放心去吃，宝宝们啊！加个勺子嘛，什么勺子呀？没有勺子，不是这啥勺子？勺子。最后一口啊，老妹儿，最后一口，别急。啊，对。